先生，你今仔日看起来真欢喜呢。嗯，敢无？哎呦，迄老国师哦，伊努力讲，我即系女婿煮安尼个食豆腐哦，食甲有咩起笑？伊即马就借这机会哦，小小偷一下伊心肝内怨气。哎，我哪有啊？你讲唔对啊，我是好心替玉鼎将军因驱魔。哎呦，好心驱魔是一回事啦，啊？啊！小偷家己的证书哦，这个是另外一回事，啊，无互相冲突着啊。哎，郭秘书，我无想要跟你争辩，我只话要加留一点开来，无你个带有什么状况，我可以当应。哦。上楼啊！秘书，我看哦，咱感情还佫有一个佫较大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恁家己看。变啦，多谢哈，多谢你。哼，你是在有够有枉人面子的呢，都是特别来找你最后一程的嘞。对啊，都到这个时阵啊，你搁搞我气死！你人咧讲哦，个人作业个人担，唔去。老哥叔啊，这首歌哈，送你，这首来是合理合理拢合理。下水，那突然间中邪，你一定要用下水来控制。老哥说，看情形哦，应该是中着恶鬼附魂术，所以哦，这化欢迎就欢迎。各位叔，嗯，要注意，唔当伤害到人哦。嗯，老表啊！吓死你！刘金，刘金，哎，吴长官，刘金起来！我今麦会当做啥物？今麦无甲你做，叫你找刘金来。哦，好。先生，找着我啦！甲刘金还给郭秘书，你把老子给。哎，老叔啊，我找刘金想做啥？你哭无？下次对用刘金卫星小短拍，该抛物尾机，对那个鬼怪走。哦，吴家官刘金。哦，好，先生切不好，都别说我。真歹势啊！本来我是袂对手有拔过之力，找人动手，也毋过状况紧急，才见了，见了。老哥叔，你袂当离开啦！老哥叔，你是我上爱人，你哪会当离开？玉鼎将军，你认唔着人啊？你不想安呐？是的，碰着人，身材上好，头脑上巧的老哥叔。快死！哦，不来啊嘞！
国平师傅，你的意思是讲廖丁将军嘛同款中着邪术了？嗯，看这个款式，应该是你摸唔着。国平师傅，咱来过去斗三江无？哎呦，唔免啦，以后先我来看哦。这老国师一定真想要哦，家己来解决这件代志。袂用的，我若是反击，一定会伤到姚丁将军。老表们，今仔日就是你的死期呀！来，老公叔，下辈。老公叔，多谢你。嘿嘿嘿，为啥本来无唔对哦？唔免咱出手，哎，老国师哦，两三个手哦，来哦，解决好势啊啦！先生今仔日精神袂歹哦，每一个拢拍到遐大力。解决一个啊！啊，郭秘书，你有记性哩？哎，唔免，反正吼，也阁用会着咧。而且吼，微信我加嘛有啊，先生，你今仔日看起来真欢喜呢。敢无？哎，迄老国师哦，伊咧努力做，或者卤丝煮安尼个食豆腐哦，食到有咩起笑？伊起码就借这机会哦，小小偷一下伊心肝内怨气。哎，我哪有啊？你讲唔对啊，我是好心替姚丁将军因驱魔。哎呦，好心驱魔是一回事啦，啊，是小偷家己的情绪哦，这个是另外一回事，啊，无互相冲突着啊。哎，郭秘书，我无想要跟你争辩。我只话要加留一点开来，无你个带有啥物状况，我可以当应。上路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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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讲伊无安爽，骗笑诶！先生总算用趁这个机会，好好出一口气啊！啊，国平师傅，姚丁将军是要安怎？哦，你放心。迄个丁将军哦，甲拄只个花瓶水哦同款啦，过节啊哦，应该就会精神啊，无代志。哦，那你来坐。嗯。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。嘛中邪啊！啊，哪样呢？又搁哪样？你做啥物？紧跑！摸唔着哎！啊，咱摸唔着啊！白骨精，啊你哪会来？你也不讲，你看我唔怕干你啊啦！来啦，我看我看。哦。
我陪我娘好，妈这娘又着，哪会搞安尼给因打啦？我搁特别穿点心来，要给恁吃，想袂到恁的下手竟然这尔重。你来这无良心啦！阿叔，阿妈看到哦。而且小饼的，伊真正无去中着不分顺的。啊！恁讲啥物不分顺啊？我连听都毋听过。你也够你，你三个真正有够无良心的呢！阮人哦，这尔好心，穿这物件要甲恁送行，你家拍到哪猪头呢？你良心何在啊？你敢搁是人？乖乖乖乖，麦克麦克。三百公牛太细啦，啊我。阮叫是你中着副尾顺，所以才对你下手啊！对啦对啦，那是阮哦，一时吼无注意遐济，哎嘛是因为讲吼，阮拄啊进前啊，才去拄着迄花瓶、水壶，啊，佮有玉鼎将军哦，啊，因拢去中一个副尾顺，啊，煞来佮拄着你，啊，我唔知掠做讲。宋大姑娘，你敢无要紧？真是的吼，我唔是超工啦。那我根本无代志啊，我真正是哦，好心好累金啦。这是我替恁准备，要予恁巴肚枵的时阵食的啦。多谢你啊！先生啊，水瑶、花瓶跟玉鼎将军拢去用控制啊，是安怎宋大姑娘无中着邪术？这就可能是宋大姑娘伊较单纯，而且伊心内无邪念，所以才会用大祭司的邪术来控制。对啊，啊，阮南大家族的人吼，拢是因为无邪念，唔才会使操控烈火器。啊！若是心内有邪念的人，根本就袂使操控烈火器啊！哦，这原来要使用烈火器，都爱是心无邪念的人啊！哎，小饼，实在真歹势啦！啊，我甲你回室内哈。回室内就要转多少？到了。所以，啊，你敢拍干呢？唔得爱讲虎虎的，哎呦，松啊！松啊！歹势啦，啊，人看你哦，红拍甲安尼，我心肝内真正就唔甘的啦。歹势啦，互你烦恼啊。啊，不过我若面上轻功，互你对袂着，啊，你哪会这紧就叫来啊？你搁甲我讲咧？我真正都惊你把我放散了，所以我才一路一直追，一直追，一直追。难得哦，后壁追到高铁，追到高铁。啊啊！拍死拍死拍死！我袂叫你受伤啊，孙啊，咱来等阿婆，我替你加油啊。歹势啦，想袂到吼，我对你这么歹着，你搁这么关心我。啊，人都嫁做你的人妻啊。就应该遵守男子的三良四德。孙啊，你放心啦，我这世人吼，一定会好好对你。我感觉对你就歹势啦，我甲你保证，我后盖袂去甲老国师哥哥缠啊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希望你会当原谅我，以前对你遐尼啊歹。孙啊。孙啊，真理恭喜恁啊！希望恁两个经过这个代志了后，会用得知影更加珍惜对方。是啊，夫妻相处之道啊，都得一字敬。以后恁若互相尊重对方、珍惜对方，那恁的姻缘就非常美满。其实哦，讲到这个，这小饼也当感动我。上解欢喜的人哦，就是老国师啦。